那在一个鸭胸。带一个烤鸡好了，带一个烤鸡，这个烤鸡，对对对，这样烤鸡出来了，OK， 六月二号有空再来一次，搞定，因为姐姐说只能放三天了，对啊，三天就吃完了，好，那我们先来付钱，可是我现在是，好吧，那我提着他逛街，不管是。